大家把手拉起来。好，对，好，来准备。第一题送分题啊，送分题，来，请听第一题。黄队，来。哎呀，慢了。没事，他们不一定会。爱情。我先说。爱情三十六计。好，歌手是。蔡依林。好，唱两句。好，唱两句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。两句。两句，你猜一句，猜一句。这是一句。最后一句。这是一句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后面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不要吧吧吧吧。3、2、1，好，继续抢答，来，好来，来，我唱，我唱歌词，我唱歌词，啊行，来重新来，爱情三十六计，蔡依林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背叛出局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原来是这样的。但是唱得好机械，是不是？这个只我想问一下，这种 AI 式的唱法是可以过关的啊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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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后期修，后期修。好，来，我们请第二组和第三组戴上眼镜儿。杨迪，杨迪，你刚已经泼过我一次了哈，咱们是要有选择性的啊。眼镜戴好，苏醒。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哇！哇哇！能不能速度一点按的？等得太久了。恩熙是不是没想到？我没想到是水，我以为是雾气。雾气是怎么？雾气？妹妹是热了吗？雾气。文俊会选的啊！我以为两边都能喷。他以为按，他以为只需要按下钮惩罚所有人。你亲手选出来的啊啊！是你们选的，是不是？巷子。好，现在手手牵好，第二题马上来喽。下一个，请听第二题。杰伦哥的吗？来，好来。乌梅子酱，李荣浩。完了，乌梅子酱，乌梅子酱。你。你甜甜的微笑，你浅浅的微笑，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到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。回答正确。怎么说呢？哎，我这块我们拿了都有点不好意思。我想投诉，很惭愧。你们队里面为什么有个 AI？ 不可以这样。孙怡，我建议你出个唱片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听。而且他自己唱完以后，耶，他非常激动。这里面心情最沉重的是 JJ， 因为他现在孙怡目前排名第三。我要去合唱了。这是待会儿要合唱的歌手。杨迪，孙怡，孙怡和我即将与你共唱。好，现在来戴好眼镜儿。那么到底是第二组还是第三组呢？是蓝队还是黄队呢？哇哇哇哇！这个好狠啊！这个真的好狠啊！真的是往嘴里喷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。给，是不是没想到这么大冲击力？哇！喷无语了都。跑到鼻子里面。好，手手拉好，手手拉好，来准备音乐起。好，来。我知道这个。你举手。美人鱼。来第二组。美人鱼。歌手林俊杰。自己抢。哥，你不能抢着说林俊杰吧？安静，一人一句，来，林俊杰《美人鱼》是对的，来。但是刚才是JJ哥自己说的林俊杰，应该李雪琴唱。啊不，我说的林俊杰，他说的美人鱼。不，这个是还让林俊杰自己唱吗？这个还让林俊杰自己唱吗？不用了吧？要的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吧。要的。你唱吧。唱两句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。好，雪琴，下一句李雪琴。你只能唱一句雪琴。下一句李雪琴。我也。我也可以为你
陷入海里面。嗯嗯，我那继续抢答。好，来来，绿队，我们吗？就我跟你说，你看热闹，你跑那么远看干嘛？我们要牵手抢答，来准备。那我又唱，好像又只有孙怡。来来来来来，看看什么歌呀？美人鱼。什么歌？林俊杰。来吧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演唱会。我腿都软了。传说中你为爱的心被搁浅，我也愿意为你潜入海里面。回答错误。哎呀，美人鱼林俊杰。哎，来来来，黄队，我先。美人鱼林俊杰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。好，来回答正确。来，请惩罚。哇，哎，可是他们唱两句啊。对，因为他们三个人，四个人，因为我们四个人。你按，你选，你选。请惩罚。大快人心。怎么了，迪哥？哎呀，影响我待会儿演唱了。那个水喷到声带了是吗？直接打到我的声带了。喷到声带了。真的，因为我是纯用嗓歌手。一点气息没有的。这个惨了，刚才的我主唱接着说打到鼻子里，现在这位又说打到声带里面。我们待会儿的舞台怎么办嘛？舞台怎么办？好，下一题，做好准备，来，手拉好。第四题来了，请听。什么？好，来，蓝队。蓝队，什么歌？不知道，你举下手啊。吻别。对，歌手是张学友。好，来来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。第二句来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回答正确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。哎，多唱了，唱多了。等着迎接伤悲。你们准备迎接伤悲吧，快点。来，请选择一还是三？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歌手的嗓歌，把他的嗓子抽哑。来，请选择。为什么？妹妹又做错了什么？最后一题，来，手拉好，做好准备，请听题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最快！等一下，稍等，有点事故。我哥这胳膊拉脱臼了，好像。等一下。老秦，太突然了！刚才金姐哥整个人被举起来了，主唱鼻子里进水，胳膊还脱臼。好，来，听好，来，告人。爱人错过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撞到人要说对不起。回答就是，本来今天好好的，这就错过。请我们的绿队、蓝队戴好护目镜，请惩罚。哎呀！谢谢。真好，以德报怨。哇，好细节，还护了一下声带哦。这儿护住了。